找到了，就是这家，快关了。对，它在热靴上面，然后看你要放就是那个固定麦克风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收音的。日本路径是不是？是一件。我跟你分享刚刚很温馨的故事，你可以不用路径。就是他是帮你打码。我刚刚在公车上很挤嘛，然后就那公车司机有让位给你，不是，谁要让位给我？就是刚刚那公车司机就是有特别站起来，然后跟后面的。就是不要急，不要急。不是，他很和善，就是觉得处处有温暖，但还是有很好的公车司机。你很容易被感动。没有，我也没有到非常感动，我是觉得这样的司机很难得。很难得。那你记得他的名字吗？我没有记，我应该要记他的名字，我要表扬一下。就是放那个，不是公车后面都会有他的名字。我刚刚没有来得及拍，真的是。可是我有侧录，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敬业的画面，就要表扬。我只是想让台湾人知道处处有温暖。好啦，差不多就这样，可以可以。买那个威德。哦，这有自己的专区哎。对啊。然后这个选一，第二件六折。一定要保晃力，或是 fin， 我拿 fin 好了。在我们开到古关大道院停车场之前呢，会先经过几个看起来像停车场，但又不是最靠近登山口的停车场，所以大家经过先不要停下来，请继续往下开，直到你看到这个白色的小木屋在停车，这里才是最靠近东卯山登山口的停车场。那这里的停车场其实腹地很大，基本上不用担心不好停车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开车前往。早安，早安。好久没有爬山了。怎样？我觉得很感动。啊、根本才刚开，刚入口，你凭什么？我觉得我很久没有爬这种，就是小礁山，或者是终极山，或者是百岳类型的。嗯。对啊，然后现在帮我摄影的伙伴，又是之前跟我一起奋斗过的伙伴，我觉得有一种。欣慰的感觉，他到现在都没有抛弃我离开我。来，伙伴要不要讲些话？我不要，无话可说。而且我现在就觉得，就是拿这种脚架对我来讲没什么。没什么吗？这没什么，就是这就是一个你在乐在其中的过程。真的哦。对，你看我们现在到东卯山步道，准备要进去了。OK。OK， 太恐怖了！怎么这里有两台车？为什么？我以为已经上面没有地方停，原来上面有。还有位置是吗？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停车场？我们现在来到登山口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次的主要的长度有6公里，然后我们是从大道院登山口这样上来的，停车场，然后就一路这样走着走，然后我们会经过这些第一岔路，德芙兰第一岔路，然后凉亭，再来德芙兰第二岔路，然后到6K 的三角点，对，6到7个小时来回，那我们可能会比别人多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有含拍摄进去，我猜多2个小时。
距离上次爬百岳已经是一年多前了吧。其实我蛮怀念一开始经营频道那种很纯粹没有压力的登山记录，因为我知道在那样的时刻，往往我都能将最真实的感受在镜头面前呈现出来，即使那趟我走得很艰辛或是天气不佳。但说真的，对我来说，爬山一直以来最重要的都不是为了登上山顶和遇上完美的大景，而是用心感受登山过程中双脚下所走的每一步路，身体制造的每一个呼吸，以及记录和我的伙伴一起在这座山所经历的故事。而且那会是一个独一无二，只有彼此才能回忆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继续走进山林里记录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这么无精打采？因为来回走。没有啦，我现在是很久没有运动了。累了吗？还好还好，我觉得我现在体力还 OK。那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 ？Show me your shoes。因为我很久没有。Show me your shoes。今天来评测这双所罗门。嗯。它就是很适合一日交山，交山终极山，然后轻装单弓都可以。侧面。侧面。我很喜欢它这个快绑鞋带，然后它这个软泡棉超舒服，就这边是软的。嗯，对啊，然后鞋身蛮轻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那种很重的那种感觉，所以穿起来就很好穿。然后它也有 Gore-Tex， 鞋底呢？鞋底是那个，它有 Gore-Tex 哦，它有防水哦，有哦，好赞哦。然后鞋底是那个他们自己家的 Contagree MA 大底，高抓地大底。嗯，对啊，测试一下你的好伙伴。对。这双穿的还蛮习惯的，我觉得它不用训鞋，它就是那种一穿就可以很快就适应的那种，很容易很快掌握你的脚。对啊，觉得很赞。好，走吧，我们继续冲，我要赶快前进。好，走。哎，下雨有吗？有。东卯山排名古关七雄第五名，海拔1690公尺。东卯山呢，原本是台电的保线道路，所以沿途我们会经过三座电塔。前面的路线大部分都是平缓向上的直直坡，路线很明确，而且平缓好走，是一座很亲民的终极山步道。Hello， we have Instagram. Yeah.Can I follow? Sure. Where are you from? Philippines. O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哎，你妈是不是也是菲律宾？华侨。华侨。你可以介绍吗？介绍。好。Kumusta ka, kuya? 听得懂吗 ？Kuya, kumusta ka? Oh. You can speak Tagalog. 这是我认为登山有趣的地方，除了在不同座山会经历一些不同的故事之外，也有机会遇上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山友。这位来自菲律宾的山友因为爱山而走遍了台湾大大小小的山，而且还常常独自在山上过夜，只为了能多停留多记录台湾的美。他的勇气很值得我尊敬，而且我很确定他比台湾人还更热爱台湾，更爱这片土地。I have camera, but...Last night, you stay overnight? Yes. I want to capture the Milky Way, but the weather is not good. So cool. Can you take me a picture? Take a pic for you? Yeah. Sure. Okay. 3, 2, 1. Okay. Nice. 3, 2, 1.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Drop you.Do you want a picture? Drop? Yeah. Okay. For you.很多人问我说，爬山拍影片不累吗？我总是这样回答，当然累啊，但是不记录又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很多地方也许我们不会再来第二次，而且每次在剪辑的过程中，我都会感到很庆幸，很庆幸自己当下还愿意拿起相机。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身体劳累或是嫌麻烦而停止拍摄，而这种种的一切都让我知道，原来我是多么热爱记录生活这件事。
知道。大声一点。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次今天约定。哇，果然是平常有在练呢。带上我的喘息声，应该剩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对，我们现在海拔来到，我看1389，我们走了3个小时。哦，好清楚啊，这里。对，不错不错 ，Keep going。蛮好走的。对，蛮好走。目前有什么心得？目前就是觉得很清明的一座山，它的路线非常的明确，然后又平缓好走。对，然后很适合越野跑，我觉得真的很适合越野跑，很适合轻装越野跑。对啊，背个小水壶背心。对，而且它沿途其实都有很多阴影，和树荫，就不是这样曝晒型。沿途曝晒，所以我觉得就很好走啦，赞。好，走吧。我很期待后面的展望。好，走走。剩最后一公里，跑起来，跑起来。随着影音市场大环境的改变，长篇幅影片的流量已经逐渐被广大的短影音给稀释，速食影音宠坏了观影者的耐性，这让我不禁思考自媒体的长影片还有多少价值，以及还有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延长大家的耐性。目前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我知道只要持续写下新的故事，总会有人愿意为我停留，听我把话说完。我喜欢记录，希望也喜欢听故事的你一直都在。你跟相机很可爱耶，对，好，帮你拍一张照。风大吗？如何？还要再跟上去吗？还要再跟上去？好，走。怎么样？还没到，快到了。快到最后一段。真的好累。后面真的感觉到真的是有够累。哦，后面一直我们一直狂休息。后面最后一站真的是比较有感，就是我觉得从石头路开始就会有很明显的有爬的感觉，然后地形也比较不好走。对，但还 OK 了，还可以。啊，耶，耶。好累哦，有累到，我们到了对不对？对，这更上去就到了。Let's go， 走吧，继续上去吧。好，到了。好棒啊！我们终于到了，根本就是一个小闹剧，小山，然后在那边仿佛白月。1690，耶！我们现在抵达的时间是2:07。爬蛮久的。对，我们爬了4.5小时，就是我们含拍摄时间加休息，四个小时半。然后距离是，我的是因为我来回走，所以比较长，是8.61公里。我才6点多公里耶，我多走你2公里吗？不太可能吧。威德现在是我的救命之水。威德快找我夜配。我真的好像是希望我可以多带2个饭团，我好饿，真的、哦。我们在想要多带这两个，可是我们已经带2个啦，你说带4个？对，可是4个就很重，包包就很重。快点，喝了喝了。哎、欸，白墙了，大白墙哎、欸，过中午都会大白墙。嗯啊，难怪要早点到。对啊，冤嘴就在那里。可是现在白墙现在看不到、上次我们也是一起去冤嘴、也是这样子白墙又是白墙，我是白墙公主、有我在的山都是白墙、连唯一的那种爬山的小小乐趣就是
都不能享受，对，都被剥夺。爬山就是如此，有的时候你耗尽体力登上山顶，也不见得会有壮丽的景色等着你。这就是我们探索世界的成本吧。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如我们的意，总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变化发生，但这些变化也丰富了每一趟旅行。我想如果任何事都按照剧本走，好像也挺无趣的，对吧？爬了几座山遇上白墙，当然会感到可惜，但我相信这些美丽的景色终究会犒赏愿意持续走进山林珍惜这片土地的我们。 So sad， 对不起观众看不到美景，辛辛苦苦背上来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办？你很伤心吗？也没有食物了。我觉得这个比较伤心。有没有没有食物比较伤心。还强哎，还行。哎，没关系，我们可以下山吃冰。好，我们的美景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嗨，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那也很开心可以再次的在台湾女生这个频道上面跟大家见面，因为也好一阵子没有剪这类型的影片了啦，所以其实我在剪辑过程中其实是蛮享受的，那也有怀念起当初那种很单纯很纯粹的那种记录分享的那种心境，所以其实还蛮开心的，真的。那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碌的关系啦，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个心思放在经营 YouTube 频道上面，但其实我都没有想要放弃这个平台，我还是想要持续性的做一些好的内容跟大家做分享，无论是登山的记录或者是一些摄影的知识，或者是一些我想要采访我觉得很优秀的自由工作者。好，那就期待之后再跟大家做这些的分享，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台湾女生这个频道。好，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穿去东卯山的登山鞋，就是希望说每一支影片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好用的东西或是一些实用的资讯这样子。好，那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双鞋，就是所罗门的 X Ultra 4，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OK，好，那为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呢？就其实我也是穿了一年多了啦，然后也爬了一些中级山跟小礁山，那我自己觉得我穿起来的感受是真的蛮好的，所以才会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好，那首先第一个优点是它拥有时尚的外形。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其实所罗门的，我自己觉得它的配色啦和线条感是我蛮喜欢的，当然也不止这个配色，也很多不同的配色，大家可以自己去所罗门的官网上面看。那它的用色我觉得其实都蛮大胆的，甚至有些鞋做的蛮潮流的，蛮时尚的，就是当做一双拿来穿搭的鞋子，其实也是蛮适合的，不会有那种很违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所罗门的外形是我觉得算颜值蛮高的登山鞋。那再来第二个特色呢，是它的高抓地力，也就是它的这个独家专利 Contagree MA 高抓地大底，这是蛮重要的一点啦。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都不希望发生打滑的这种问题嘛，因为你只要一打滑，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这样子。一双好的登山鞋，它如果拥有好的高抓地力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所罗门它的鞋底呢，都是经过越野跑的跟越野跑专家一起设计的，然后把它放到登山鞋的底部，所以这方面我对它的信任感是蛮足够的。那再来第三个特色呢，是轻量又舒适。那它的鞋身呢，大概只有390克左右而已，是非常轻的一双鞋子。那我自己觉得我穿上它，我脚没有很有负担的感觉，反而觉得它的不但它的鞋底很舒适之外，穿起来就很轻巧。所以我个人是蛮推荐，如果你想要去爬一日礁山或是中级山，或是你喜欢单攻的话，这双鞋都会蛮适合你的。再来第四点呢，是它的这个 ADVC 中底科技，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位置，就是设计在这边，那它是一路这样子镶在底部，然后绕到鞋身的另外一侧。那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拿来就是降低我们在登山过程中可能会有扭伤的问题。对，那它有足够的支撑就可以去保护脚踝，避免我们在行进过程中可能翻船啊，或者是莫名其妙突然拐到这样子。对，它就是增加这个支撑。
那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也是有特别的设计，就是我刚刚忘了讲，就是它的这个快绑鞋带的部分，它也是设计成像这样子，就是束口就是这样束下去，所以你其实不太需要说，如果鞋带掉了，你不太需要蹲下来绑鞋带，你其实只要蹲下来，然后这样束一下，它就可以立刻穿上就走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这个特色的。OK， 综合以上这些特色呢，我觉得 X Ultra 4真的是一双非常好穿的低筒登山鞋，也是我目前为止穿过最好穿的低筒登山鞋。所以大家如果对这双鞋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先去门市试穿看看，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希望说我的分享是对大家有帮助的，那也期待之后可以跟大家持续的分享更多我认为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那就请大家再继续锁定台湾女生这个频道，然后记得按下订阅，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